厨余掉到成地都是，就连一包五公斤的米都照掉落街，散落一地。近日大窝口村夫一楼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每日都会不定时掟垃圾落街。朝朝一大摊啲垃圾就撇晒度噶啦，一大袋嘅，佢日日就掟，日日掟，但我唔知边层掟啊，好多人投诉噶啦，成个地啊邋遢到死啊！佢呢边咧，我依家都唔敢行，我话呢度掟到边个都唔好啦，系嘛？咁多人行呢度。事发地点位于大窝口村其中一个主要出入口，无论几点都人来人往，一个唔好彩就真系会随时掟亲人。张小姐是屋村的其中一个清洁姐姐，今朝佢就差啲中头奖。我见咗啱啱手呢度，手喺呢度，我都喺扶贫嗰度出桶摆喺呢度。啱啱行出嚟两步，嘣一声，佢等到你系喷到神地都系啊！我都被砸到去咯，头发要黑。